帅哥也有。你是帅哥也有，你今天要介绍什么？你看，吃完牌上。哇，是谁送你的礼物啊？阿姑。你阿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对不对？哇，超帅气的，你已经拆封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们来介绍一下《宇宙骑兵》第二季，狮王凯撒吧。哦，你要不要变车车了，对不对？他这个，哦，这是狮子。他这次的机器人都非常的帅气。到时候再。好。另外一边也一样。把它收进去。把轮子再用起来。OK。把手的部分收进去。好。带你最喜欢的狗狗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觉得狮王凯撒好变吗？还不错。还不错。小朋友们应该都可以变得成功，对不对？嗯。哇，好快哦！那帮他装上他的 V 进化吧。好，给大家看看帅气的车车，跑车，跑车，很帅耶！跑车，那我们也是撸给大家看看，好不好？嗯。我手快要收入了，你看，先把狮子拆掉了。因为我们现在要变机器人了，是不是？好。变机器人应该更快了吧？完成，介绍一下你的新伙伴吧。狮王凯撒。狮王凯撒，帅气吗？帅气。你看，哦，帅气的脸。小不点也很帅。哎呀，喜欢你的新的机器人吗？喜欢。那跟大家说拜拜吧。拜拜。欢迎大家。阿扎迪哦，拜拜。拜喽。